对向车辆一辆接着一辆往前行驶，但看仔细，画面中居然有一名身穿红色的单车骑士，居然就穿梭在内侧和中间车道的缝隙，沿途逆向往前骑，让目击民众惊呼：“真的是在玩命！”而且还已经不是头一次看到。我每次看到这个阿伯这样子逆向骑，我都骑脚踏车，今天给他抓了，大概每次的。完全不是他人的眼光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要骑到哪边去，我告诉你一下没了。事发地点就在彰化县大村乡中山路，当地不少人对于这名阿伯都不陌生，疑似贪图方便才会沿途这样逆向骑，但真的非常危险。目击民众将画面分享到网络社群，不少网友都惊呼：如果不小心擦撞到他，真的很倒霉。对此，彰化警方表示，这样的行为已经明显违法，将会加强取缔，避免衍生事故。